先，哎、欸，第一步先泡水，让它有一点吸。泡水完之后，准备个一盆水，然后再把它放进去土里面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然后平均大概一开始种下去可能要比较常浇水，然后呢，如果它有慢慢出那种小芽的，就是绿色叶子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大概两天浇一次水，这样知道吗？有人可以重复一